欢迎来到飘香藤电台。袁水拍同志几次想改善工作环境，可是我和钟叔很顽固。他先说屋子太小了，得换个房子。我和钟叔异口同声，一个说这里很舒服，一个说这里很方便。我们说明借书如何方便。 如何有人照顾等等，反正就是表示坚决不搬。元辞去后，我和钟书咧着嘴做鬼脸说：“我们要江青给房子。”然后传来江青的话：“钟书同志可以住到钓鱼台去，杨绛同志也可以去住着，照顾钟书同志。” 我不客气的说，我不会照顾人，我还要阿姨照顾呢。过了一天，江青又传话，杨绛同志可以带着阿姨去住钓鱼台。我们两个没有心理准备，俩人都呆着脸儿，一言不发。我不知道袁水拍是怎么回话。的。 一九七五年的国庆日，钟书得到国宴的请帖，他请了病假。下午，袁水拍来说：“江青同志特地为你们准备了一辆小轿车，接两位去游园。”钟书说：“我国宴都没能去。”袁说：“钟书同志不能不去，杨绛同志可以去呀、啊。”我说。 今天阿姨放假，我还得做晚饭，还得看着病人呢。我对袁水派同志实在很抱歉，我并不愿意得罪他，可是他介于江青和我们两个人之间，只好对不起他了。毛主席诗词翻译完毕，听说还开了庆功会，并飞往全国各地征求意见。 反正钱钟书已不复是少不了的人了，以后的事，我们只是在事后听说而已。钱钟书的病随即完全好了。这年冬天，钟书和我差点给煤气熏死，我们没注意到烟囱管出口堵塞。我临睡服安眠药。 睡中闻到煤气味却怎么也醒不过来。正挣扎着要醒，忽听得钟叔整个人摔倒在地上的声音。这沉重的一声，帮我醒了过来。我迅速穿衣起来，三脚两步过去，给倒地的钟叔裹上厚棉衣，立即打开北窗。他也是睡中闻到煤气，急起开窗。 但头晕倒下，脑门子磕在暖气片上，又跌下地。我把他扶上床，又开了南窗，然后给他戴上帽子，围上围巾，严严的包裹好，自己也像严冬在露天过的夜那样穿戴着。我们挤坐一处等天亮，南北窗洞开，屋子小。 一会儿，煤气就散尽了。钟叔居然没有着凉、感冒、哮喘，亏得他沉重的摔那一跤，帮我醒了过来。不然的话，我们两个就双双中毒死了。他脑门上留下小小的一道伤痕，几年后才消失。 一九七六年，三位党和国家领导人相继去世。这年的七月二十八日凌晨，唐山地震，余震不绝，使我们觉得伟人去世，震荡大地，老百姓都在风雨飘摇之中。我们住的房间是危险房，因为原先曾用作储藏室。 封闭的几年间，冬天生了暖气，积聚不散，把房子胀裂，南北两墙各裂出一条大缝。不过墙外还抹着灰泥，并不漏风。我们知道房子是混凝土筑成，很坚固，顶上也不是预制板，只有两层高，并不危险。 但是所内年轻人不放心，外文所的楼最不牢固，所以让居住在楼里的人必居最安全的圆穹顶大食堂。外文所的年轻人就把我们两张行军床以及日用必需品都搬入大食堂，并为我们占了最安全的地位。我们阿姨不来做饭了，我们轮着吃年轻人家的饭。 一家家吃奖来。钟叔始终未能回外文所工作，但外文所的年轻人都对他爱护备至。我们一方面感激他们，一方面也为钟叔骄傲。我们的女儿女婿都来看顾我们，他们做了更安全的措施，接我们到他们家去住。所内年轻人朋友。 因满街都住着避震的人，一路护着我们到女儿家去。我回忆起地震的时期，心里特别温馨。这年的十月六日，四人帮被捕，报信者只敢在手指上随手就把写的纸条撕毁，好振奋人心的消息呀、啊！十一月二十日。 我翻译完《唐吉诃德》上下集，一共八册，全部定稿。钟书写的《管锥编》初稿也已完毕。我们轻松愉快地同到女儿家住了几天，又回到学部的陋室，因为在那间屋里，钟书查阅图书资料特别方便。校订《管锥编》，随时需要查书，可立即解决问题。 《管锥编》是干校回来后动笔的，在这间办公室内完成初稿，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产物。有人责备作者不用白话而用文言，不用浅易的文言而用艰深的文言。当时不同年龄的各式红卫兵正逞威横行，《管锥编》这类著作，他们容许吗？ 钟书干脆叫他们看不懂，他不过是争取说话的自由而已，他不用炫耀学问。应其名兮，求其有声；有声可远在千里之外，可远在数十百年之后。钟书是坐冷板凳的，他的学问也是冷门。他曾和我说。 有名气就是多些不相识的人。我们希望有几个知己，不求有名有声。中枢脚力渐渐恢复，工作之余，常和我同到日坛公园散步。我们仍称探险，因为我们在一起，随处都能探索到新奇的事儿。 我们还像年轻时那么兴致好，对什么都有兴趣。谢谢收听飘香藤电台。